错了，但是你的尾巴，胡说，我的尾巴是白色的，你的才是青色的。姐姐对不起，我刚才觉得穿帮子太严格，让我起寸了，就把你尾巴当皮垫了，我压青了你还要吗？好好那个尾巴都让你压成了蒲扇，算了，赶紧尾巴收起来下船吧。好，姐姐你慢点哦。哎，小青，嗯，你说咱们好不容易修炼成人了，你最想干什么？我最想变成蛇，吓死他们！淘气。啊，那姐姐，你修炼成人形是为什么呢？是来找我的有缘人。500年前，我被一捕蛇人所伤，是一个牧童救了我。我今天修炼成蛇，就是修炼成人，就是来报恩的。报恩，姐姐，凭你的长相不是来报恩的，是来报仇的哦。春月如酒，三月。天哪，春月如酒，柳如烟，哎嘿，哎嘿，嘿。小心，你说他会不会是我的有缘人？你去试一试啊。这位公子，你来到西湖，寂不寂寞？要不要我陪陪你啊？多谢小姐美丽，先生曾教导我说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还请姑娘自便吧。你看到没有，他疯嘞，他看到你没有怕也没有疼嘞。不行，我被这位公主的眼神电到了，他的眼神带一丝空洞，带一丝深邃，好像有旁若无人的感觉。看不见哦，怪不得旁若无人哦。